哪样的女孩？能力一般，学历一般，出身一般，长相嘛，过两年也肯定一般，却想过不一般的生活，从 C 类直接走捷径进入 A 类。我不知道什么 C 类 A 类的，我只知道女人分两类，留得住男人的和留不住男人的。哼，还有第三类，勾引男人的，而且是别人的老公。谢谢夸奖。说实话，我挺佩服你的，我佩服你可以委屈自己，委屈自己的一切换来你自己想要的那种生活。可我告诉你，你的市场目标选错了，一成不是你要找的那个人，你的靠山找错了，这买卖你赔定了。没过多久你就会明白的，到时候鸡飞蛋打，人财两空，我看你怎么给自己一个交代，给他一个交代。黄一林，你没必要说这些话来威胁我，我明着告诉你，你老公我要定了，这种生活我也要定了，你给不给吧？我今天约你出来谈，是因为我幻想你对逸晨还有一点点真诚，可我错了，那我就根本不需要浪费时间。你给我站住！你站住！你干什么？我话还没说完呢。你干嘛这么骄傲啊？是你学历好，出身好，能力好，那又怎么样呢？你照样留不住你老公。我告诉你，逸晨他现在爱的是我，不是你。不被爱的人才是第三者，你就是小三儿。你赶紧离开我的。你的心太脏了，我该给你洗洗。你凭什么碰我啊你？逸晨，他用水碰我，他还骂我。闭嘴。他。闭嘴。凭什么让我闭嘴啊？我就看见你刚才对人大呼小叫的，快跟人道歉。一成，需要我再说一遍吗？对不起，依林，我也跟你说声对不起。灵巧的，大大咧咧，说话没心没肺，不过脑子。他要说错了什么，得罪了你，别往心里去。这丫头年纪小，小地方出来的，没见过什么世面。你和我妈这左一波右一波的，容易把这孩子吓着。咱们俩分开呢，我跟你说过，是因为我自己的原因，跟凌巧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所以我希望，如果以后有什么事儿，你就直接来找我。咱俩好好谈谈，好吗？钟一成，这是你所有想跟我说的话吗？你心疼他了是吗？黄一林，你不要这样。钟一成，你心疼他了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
我跟黄一玲离婚了。你是不是想让我走？凌霄，咱俩不合适。知道你对我好，可你并不了解我。我这人吧，打小自由散漫惯了。一般人都管不住我，我终于成想要的东西，一般人都无法理解，所以我离开了黄玉玲。可偏偏这个时候吧，你又出现了。我觉得这个时候你的出现特别。对我的误会都发泄在你身上，因为这是没少让你受委屈，所以说我终于成现在不想再伤害任何人。所以凌霄，你要真心找到一个能对你好的人，踏踏实实过自己想要的生活。我不走，我哪儿也不去，就待在这儿。而且我现在也没有地方可去。我喜欢你。我很早很早以前就喜欢你。我只想让你知道一点。想要的是什么？我能给你想要的生活。别人怎么看我，我真的不在乎。我只希望你开心。你开心了，我也就开心了。